各位上帝师，这个六祖坛经啊，有十品，已经讲开两品，第一个行有品，第二八戒品已经讲开。这个六祖坛经的主要的脱离啊，都在第二八戒品上讲，所以第二品比较脱离较深。现在讲第三泥门品，泥门品第三。这个所谓泥门品啊，是在当时六祖的护法啊为出世，所谓为世尊呐、啊，两位官员及护六祖的法啊，及最尊仰崇拜六祖，及谈了上面的八戒品以后，非常的欢喜啊，所以他讲都赞叹讲啊，何其两难由佛出世啊！莫想多讲话，爱的两难按偏方的蔬菜啊，等于讲像烦恼的地方样子，根本也不有得到付出现时间来突破爱的了，变体的人，所以心观非常的欢喜。过了一段时间呐、啊，一个为师尊呐就实在大宅啊，供养玉祖。并一听同时还有有这个体质就加重的啊。有点是在宫中的几人呢，为师尊啊有几样疑问，几种问题啊是他不会了解，所以剩下的大宅宫中的机会啊向六祖来解释几个疑问，又是按呢就按到泥门品啊，有为师尊请问，六祖为其解答啊，解答为师尊的疑问，按呢按到泥门品。另一品经所解释的疑问啊，主要只有两点，第一点就问那个当时探摩祖师。土壤无地，梁山门答的话嘛不投机，梁无地不了解这个天意的过程的妙理，也就是所谓善法啊，你要用个善机啊，梁无地不能接受，加精进啊，可以讲都是在有为思想方面的修行上啊，这个下功夫。对这个无为的功德基本的明白，结果这个探摩祖师所答应的法门基本的领悟，既然不能领悟嘛，所以探摩祖师将会去北方啊，我讲去上山少林寺去面壁九年啊，也就有点那个原因，当时一个为师尊啊对于这个梁武帝所修的福德祖师答复几个无功德，你一点就不了解，不了解的所谓无功德的原因，所以要请问，你也会去提一点。提一点的疑问呢，就是有关于念佛方面就是念阿弥陀佛的也一个脱离其不了解，所以请问。现在就先讲第一种关于这个两部的实在修复。要慢慢问功德的问题。因为为初是为时是太费宅，因为就是六祖出来分发以后，也就是前面在那个太方师说法讲把这个脱离说完以后，太快过了几年有一年是哪一年呢？无记下来，也唔知哪一年。总共就是把这片嘅土地在太平市讲起以后有一年，当然也唔会起嚟迁就嘅时间。太地不过是几年子，或者十年半年。本玉祖休息休息然后那个为师尊有没有可以讲就是梯主咯？就是属于另一组嘅组长嘛，是梯主。既然是得到两难有佛出世你看六祖就是现在佛
当然要供养佛呢，要向六祖去供养。所以有一年呢，韦初师就是等于主太守神秘初师啊，那叫初师啊，托合法哈，师而托初，讲法就曲解，讲曲啊，就曲解个曲啊，那个讲土法就讲曲，但是在思想唔托到曲字啊，冇托到伪曲字，没按你托，合法要托到初师。啊，你还是老贵，你反过来也差不多了啊，次啊，粗，不过是一个音还重细的听，所以托合法托粗是，莫托多确实啊。有一年，为公杀宅啊，其实太妃宅啊，完全委托个供养六祖，所以讲为食至六祖。为了想要供养六祖，供养两位现在当时的等于其他人，因为是现在佛啊，只有向六祖去供养。那要供养六祖啊，有主客，当然也有陪客了啊，唔会讲话单单请请到自己个人去受供养啊。啊，呢就会太孤单、太难看了，所以当时在太坊是甚至于主下所干和嘅寺庙嘅出家人，长老太太最大喊呼，各寺庙嘅出持法师长老啊，可能都抢去做啊皮肉做嘅皮切啦，所以是太妃宅出现是没讲话。平常简单的日常也是一个宰饭太费啊太气费也可以讲太法费啊，强调真多出感染的应用的太法费啊，或者有人不谈到讲了很多法费啊，从因为从根本的现在一般寺庙流通的情形讲法哦，诵经啊拜忏啦、啊、或者是大清啦啊，或者是做某个功德事业嘛啊，做三日、五日、七日啦，按了很多太法费，在当时未必是按的。当时呢，所谓太费啊，就是强调许多出感染的应用，一天没留住一个人。强调许多出感染的不仅重要的应用按来为止太妃太妻妃真多长老太太出家的法师来受其重要太妻妃按来为止太妃啊，那太妃做么个东西呢，向太家的应用来受其的宅师的重要啊，本来的宅师的解释宅家扯牙财富之给给地方啊，国五不是位置宅了，所以蔡家其实一个人有六年数过菩萨家人家六年要数这个所谓八关宅家，那八关宅家呢家有八条，这宅就是指不会实施国五不是这一条，所以这个宅啊本来就是指国五不是国，现在已经流通到变成舒适很多宅我们普通一般人讲，出家人、学佛的人，无食肉、无食荤腥，叫做食斋人。食斋人，食斋就是素食。啊，如果那食斋呢，就是供不食，长很多斋。现在的斋是变成了素食很多斋了，意思它变态性，旧的是变样了。实际所谓斋就是供不食，是不会食食斋，长很多斋。而讲是宅人啊，舒适就按照出感染发展嘛，菜价舒适跟人按照是宅人，讲是宅人啊，还有比较高同一些的哈，勉强很同的高级。讲闽南话，讲好了讲嗲菜人哈，你还出门嘛该去同咯。嗲菜人啥叫做是菜人，是菜人，啥变成两人像是菜，冇是饭的，是菜人，对吧？太下法师来到台湾啦，谈到台湾人，喊出感染，喊是菜人吼，就最讨厌，千唔欢喜。有一年挨批机多一个地方机啊，一个本身人啊，讲好老话，
看到法师来，就唔晓得讲嘅黑法师啊、黑藏罗，好唔好？就开咗一个假太郎啊呢，佢基本就个假太郎。太上法师躺下到火球摸出来个，万马五只蹦，太假太。阿妈有吃饭，有冇讲上来吃菜？万马五只蹦，太假太。马上给对面就晕了一样的，好几万被吓到跳起了，人家按怪咯，人家这样怪啊呢。我喊住声唔反思噻，啊，个物嘅胡椒棒要糖唔食，诶，要学嘅诶台湾翻好多用木物嘅枪嘛，万物胡椒棒啊啊只只切啊，也、就是讲实际上啊，食斋是喺讲不是，唔会想吃菜啊，讲好了话变吃菜呢，啊是意思坚持就用这个坚韧去了，嗯，现在为时间。强六做了中央，还强了青岛的庄老太太的脾气，所以就是太皮仔。既然是强太干的英雄呢，两些天使是主，不会是压的。要不然呢，在唐朝啊，一般出感人的持戒精神，还是国，还是去注重去庄严啊。太体一般做官人，晓得抢出官人吃饭哈。太体总是在中午，总是在十一点左右的时间吃饭，唔会讲话抢夜补时，唔会像现在人啊，太体都是抢夜补时的过多啊。所以佮那个五斋完毕之后啊，吃饱饭啊，抢主食神错吃饭。所以讲斋念。初是强食神错，念念四篇做叫铁丝啊，脱下发通念，也是一模脱啊念，念就是完毕，完毕，再念就是讲吃饱嘞啊，所以平常出家人每人吃住蛮供啊，去跟法讲你用斋嘞么，用斋嘞么啊。就是讲你有用饭嘛，啊、吃饭嘛，用宅呢嘛，啊，吃饱了就讲以宅呢，就是宅念，吃饱了就是宅念。六祖并说有个太宗都吃饱了，因两位师兄在中央已经吃饱了，吃饱了以后啊，初时就强食神错，食至六祖，强六祖神错说法，看到两位了。也可见在唐朝这当时对于佛子的持戒精神啊还是相当高，处处的文字都可以看出来，就凭了一点光十宝藏强主持神错说法，两其中就含有持戒的意义，也就遵守佛子的意思出来。你要蛮讲呢，佛才事实啊极其英雄，人强就是中央哈，不是英雄啊。如果你是强不说法哈，今天要等到十宝藏强。许多人本来强的是饭，目的是强不了是一餐饭。但是说你几岁当然也要强不说法。那你如果完全是饭以前的想先强不说法哈，说不说法。毕竟要等到十宝饭了、啊。将神抽出法，两个原因呢？唔把佛法拿出来卖了，玩翻身。意思谈的是什么？如果是先说法后说法呢，该就会变成说法玩翻身。我先讲本堂，讲好了等下你听来吃饭，那就要变成讲我的那些错法，会讲到他好堂吼，那你个人心就会判到判到他吼。修过面相，这个讲较多，上古不容易背上古。家庭讲矮法讲的唔会好谈，你谈了冇乜嘅中意，电下冇会顶啊，清清彩彩啊，几样菜就说不定咸菜款都拌出来。那么有按你嘅缘故呢？佛子如果数年中央说法，绝对要吃饱去，吃饱去当说法。有人不晓得，唔理解个道理，往往讲啊，抢法师的供养，啊，唔钱吃饭那时间就要抢法师说法。
两个法师迄个人几个听唔见是犯就托个说法吼，佮可以讲两个法师唔得规矩，佮就是变成唔得规矩的法师。如果得的规矩呢，你嘛佮听说法，给天师保障说，莫讲我唔见是犯先说法，说了以后将是犯，佮就会变成讲法万犯是。那两个法的加持呢，太大太大了，加持太大了。因为这个法是无上甚深的无价之宝，不能拿法来玩贪生。其在主供养啊，那是其修福。比如为世尊向六祖的供养，那是其为了修福。其想要修福嘛，所以向六祖的供养。那其向六祖说法呢，更没条件的搞问。没讲完，因为我要听你是去传法呐，你就别听有说法。没按你个条件搞啊，那是因为去听玉祖的供养，吃饱以后啊，想顺利个机会，当然也要听祖师说法嘛，这都是法义。但是两没正体，也没一种条件搞啊。所以佛子出家人为几时说法嘛？如果是连带听供养呢，别听吃饱。吃饱以后这样说法，你看过金刚经也就提到啦，你只是准是死，早已吃饭，你沙弥太上却是，以其上中此体却已，反之本出，凡思念属一半，色就已，福错已错，然后啊，是庄罗提菩提这样出来赞叹这样的讲法，啊，佛这样说法。都没讲完翻版啦，回到头头刚开始发出后章的事，没那个事情。所以比天师五翻以后啊，这样说法也是一点。可见当时的人啊，就是为世尊，也是个精通佛法的人，也对于佛法的规矩啊挺了解。基础唔会讲话唔前释翻就听说法，佮毕竟要等释包翻休息一下。然后这样向祖师说法，也是非常合乎佛旨，挺好的现象。所以可见呢，我们看那个古著啊，哈，宋朝初年以前的古著啊，很挺合乎佛旨，处处都有表现出佛旨的给力的的神采，啊，看起来是人神欢喜的，也会挺难的。多了为了有一点脱离可以说明。现在各地流行的双堂斋啊，可能当时的六祖印宗就是双堂斋的体系的反应。双堂斋的名字本来就在三中行，其他高汉墓里的双堂斋的名称，这里见没？三中像说法吧，像双堂说法，因为啊，三中说法嘛，就是。点破你的谜团，说自己要你开悟天天，无赌说，唔系像高下啊，讲经讲在千度脱离，发扬在千度，一讲假两种，三种唔系，三种神错说法只有几句话，啊，几句话点破了，你能开悟，那就开始一变，不能开悟也不能赌说。等于两法火就是点个眼睛，点睛不能涂得太久，涂得太久了，连眼珠都涂脱了，那不成点睛了。所以三种的说法都是化用点睛的说法。那第二种说法呢，无多少，所以三种的法堂啊，就唔喺度讲堂，喺度法堂。神初说法嘛，几句话点破你听听。啊，你啊几句话呢，几都不是多少，甚至唔是说。日常好就下来都可以做的。梁武帝请傅太师，然后呢，山飞太师请傅太师讲金刚经。梁武帝坐在这个殿堂金刚经，傅太师走上去法座上，坐到一下，拿一个音叉，啪上去一打，一下来呢，下坐就来。梁武帝坐在金刚，哎，我还没说饭呢。旁边人话，梁武帝讲，太师说法已经啊，假法讲的，
念几下经唱，假话就讲了，他错了。啊，那你都不问了，那还有没给他好讲？你看出在福太师的研究方，啊，福太师点出说金刚经，无讲，上去坐到人刹大厦下，他去了，他错了。啊，这个金刚经就讲了，因为把这个道理没有讲的，用讲的就没把这。你啊，老维摩居士，维摩这个无言说法嘛，这本意法门的意思也完全可以讲通用。像了上下神操说法，不是说法，人家大家就可以下来。何况用这讲出来的话，可以当讲得太多句嘛？当然不能多讲，不能像那种高下的人啊，吼，话讲得挺多。那么由此可以明白。三种讲法无多，如果有人那个实在讲中像三次神操说法嘛，那就是开头几句话无几多诶。现在上堂这个时间啊，上堂的法师啊，上次念了几句话都是事先打好的原稿啊，把那个说法的法义的原稿先下篇带上去，像读文章、读书文章是读那日。啊，按理就算太师已经做到完毕，那么你啊，就是已经可以讲很保存原本三种主持的说法的情形，无多讲，几几日听听，一个双一方说上啰啰嗦嗦经讲的呀，该唔会上中，该接听唔会上中的人，毕竟是高下的人，将会讲得挺多话多。那么由此可知呢，这个上堂仔啊，说不听就是穷的，为师君强六主持。啊，在中央啊，实在五载完毕之后，抢注是神操说法，都要被信仰。岂有安尼个可能？因为中国三宗啊，一个主持上，实际上是从六祖以后将分扬开来，将普遍全国。六祖以前呐、啊，从初祖跳到五祖，一推一推的传承呐、啊。那不过是促进一个地方一个丛林分享进去无普遍，六祖以后将普遍啊。那么由此这三种的上堂说法呢，如果用于中央大宅的时间呢，也是按照上堂说法，该就是为止上堂宅，后来就按照上堂宅了。那么印度那个上堂宅都是释宝这样讲的，释宝以后这样讲，现在各处戒坛上堂在先上堂说法，等他这样的示范两次才是一个太错误，该就变成光的温方式啊，难怪啊一个佛法上人健康健强，哪里温方式的，这只属于一个温方式的加持，听听本来的无家宝啊，用这个宝珠以宝珠拿去谈教啊，谈一个王教是太可惜啊，明明最讲究覆盖在这个头上，结果弄得啥变成不敌规矩，也实实在在太错误。但是已经两个情形已经奉行都挺久了，以我传我，现在也就改不过了。当时呢在四川传教的时间，讲个上堂按那个情形，还是当时没那么满意，还有当时又提议出来，怎么个按你上堂来对呢？啊，当时那个罗玉璧的解释讲啊，因为那年太六全部都会按你啊，那既然太六会按你，那还有没办法讲呢？那最后以我传下去也就不管了。以前来那种是年纪强，你没年轻啊，讲那个上楼也没结束啊，你就是讲的再多没用，所以就变成留下一个啊不敌规矩的啊个情形啊，是一个错误。那么本来那个上堂在黑暗那个情形呢，来看是从了微法系啊相差某一样，以后慢慢的在上门上就非常顺畅。当时既然抢六祖说法，大家都表示非常尊敬了，所以讲通观了四书修容再拜，第二个激发就看出当时太宗对祖师的尊敬情形。为师君统管了师叔，统就是太敢凶他了，
赶了咩？就指那个卫士强嘅僚属，自己主管所有嘅僚属，太守官人，所有嘅同样做官嘅太守官人嘅僚属，属于自己部属，带领起啊，一方面向主事中央啊，饭后呢向主事下放，太监也有那个卫士强两头啊，带领起向主事下放啊。他那个主事升托之后呢，卫士强并所有的官僚四处是地方神事，地方上啊虽然没做官，而是天有德望的人为人所尊崇啊，为地方排难解困，两一类啊就是地方的神事。庶就是庶民，萝卜乡是为神事，庶是庶民，无论是地方神事或者是普通一般的萝卜乡，当时啊尊敬六祖的人呢是挺多了，在个地方啊读书六祖为高法，所以普通一般的萝卜乡也是对于六祖非常的尊敬。也简单在这个所有的太守官员的后面上啊，为当礼六祖，受用斋拜，受娘受用啊，你用用就是容貌了啊，你去娘受跟你用啊，相助时一斋当礼斋拜，这就是说嘛，本来乡人当礼啊，哈，出家人无论是哪一种身份啊，哪一个出家人乡人当礼啊，在佛祖的规定上就是一拜天天，一拜拜佛拜法宝啊，拜圣贤神，将有讲嘛三拜六拜九拜甚至五量拜，将有按呢将可以做的。如果拜人啊，绝对一拜，莫讲拜两拜三拜的了，一定是一拜啊！也在这里方吼，你把全部的从哪里翻啊？莫有讲话啊，土地或者学人后辈的出家人，向前辈、向师傅、向长老当地的时间拜三拜，莫按那个事情。全部这地方啊，如果向师长当礼，就是一拜啊，五体投地当礼一拜，就最恭敬的了，就是一拜命令。俺们中国从礼貌，慢慢啊，进增加，进增加。俺看这个增加加拜啊，说不定也还有为师就你几个例子，两位就再拜了啊。有人会说俺专门在鸡蛋里面挑骨头。啊，听不调，其实有按那个礼啊，没讲挨不调了。以前哈，在唐朝以前的，就是关于这一方面的著作啊，找唔到拜两拜以上的，拜人拜出家人，而找拜两拜的依然找到。所以你阿伟佢讲，俗用斋拜，可见就唔系拜一拜天天啦。拜了是拜以后哈，该头一拜是规矩。啊，想法的规矩，一拜当礼，当礼一拜，个是一听的，就是讲五体投地当礼，个就是规矩遐的。但是魏公啊，魏士强佮对六祖十分尊敬啊，佮看六祖就会当时先拜佛，佮就会想到讲，个来拜佛拜到一拜吼，实在太少地位啊，唔够意思啊，唔过瘾，拜到一拜太少。所以他家恭恭敬敬啊，容貌去端肃去恭敬啊，要再拜加一拜，所以讲再拜，再拜就是第二拜了。那你啊，第二拜吼贴撇加上去嘅，为了尊崇祖师啊，贴撇加上去个拜加一拜，表示恭敬。讲下我冇想到今门一两难有福出世，你啊就是现在福，哪里可以用这里个一拜来汉字呢？那必定要再拜。说不定你再拜又再拜，那就是拜三拜了。啊，有两位洗礼妈妈以后都去干人家就拜三拜了。现在的斋坛方修了斋以后，而要当礼斋是九拜呢，还有十二拜呢。啊，其实呢，像那个世间的十种礼拜吼，在这地方规定没有拜上二拜三拜以上的。啊，现在为师跟对于六祖十分恭敬。拜了以后又再拜，所以说修用再拜，
这个鬼天拜了一拜以后啊，以去其短袖的仪容啊，容是容貌，仪容为仪容貌，非常的短啊，短暂中间啊，五天头去再拜落去，非常是给为了强化，又再中间再拜。啊，显示一个维斯跟对主持的奖金啊，奖金都吃掉。下面就是维斯跟门该发了，向主持强发门发门一，妻子问佛上说法，是不可思议。维斯跟黑六组的妻子呢，蔡家夫妇妻子，做妻子的人啊。尤其蔡家居士在师长面前吼，唔敢存个爱，我唔敢安尼存，都要存梯子。非常讲梯子苗苗，啊，非常讲爱梯子，唔敢讲单纯讲模式啊。他从里边那逻辑是，其实还是是行业一种的窘境。佮对出感应啊，佮开出我讲法都讲我弟子。我弟子，他不敢说我，啊，都带有我弟子。他对外讲法是对啊，两三都亲属，出世的几十年，他一次都见不见人来讲法，他爱发表意见都是说我弟子如何如何，啊，听说过我弟子，这就是显示讲蔡大其实尊重出感应啊，尊重神佛，他都是以其他两个弟子的身份啊讲法，而且开口就是我弟子。现在这个韦世君虽然是做官做到一个组长安泰，官安泰，他呢，在六祖面前呢，其实是都没官架子，他是六祖的弟子，因此他对六祖讲话一开嘴啊，就是弟子，讲爱弟子啊，为什么啊？上面谈到我佛上说法，问你问啊，就是谈到上面行有品并把这品的脱离，你谈了两品。就纯纯地的六祖开悟的境界非常高，所以会赞叹讲啊，两难有佛出世，佛上就是师父，可见在当时啊，称师父还是本本称佛上，两难讲了几多次了，所以称佛上都不会称讲师父了。讲来谈到你佛上说法哈，实在不可思议呢，好多知气了。好多知识无物嘅言辞好形容啊，只好加不仅仅以不可思议四个字来形容。啊，就是你说法嘛，识才不可以心思，不可以言语。你讲嘅脱离好多知识，内容那个心思想啊，我哋赞叹嘅话也想不出来，无法好赞叹。我哋用言辞表达赞叹嘅意思，也无办法好表达出来。所以只有一句不可思议来表示赞叹，你说的法是分好是分好，真是不可思议了。所以赞叹讲啊，就是你说法嘛，和尚你说的法是才很不可思议了，真真实实不可思议。先赞叹，赞叹以后啊，讲文法啊，说不定其他那上金刚经对金刚经都好来的。师父的有想法，你就是先赞叹。啊，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护诸诸菩萨。先赞叹释迦牟尼佛讲，哈，是太阳佛坛慈悲哦，善人护念诸菩萨咯，又善人护诸诸菩萨咯。啊，赞叹了以后，又讲门讲，初发心门人，样板啊，因缘何处？啊，缘何不起心？又讲来听问，为师尊也是放手了的方法。先赞叹祖师讲啊，爱谈到和尚说法嘛，实在不可思议呢，好多知识。下面几种想法咯，今有少年啊，念太慈悲，体味解说。今日下，爱为苗啊，有一些日的疑问。少啊，就没几多了。可见了他的佛法已经清多了。只有少少的一些个疑问，另一些是疑问啊，还不会了解。爱生了个机会哈，向祖师慈悲呢，为爱解释。
这个念太慈悲，念就是希望啊，念梦。乃希望主时，希望佛上啊，你太慈太悲，慈者能自乐啊，悲者能怕苦。主时人心平等，看一切众生有余日子，那必听为太慈太悲啊，为爱解救。嗯，所以念主时太慈悲，贴为解说，贴。贴片位置爱为名啊，来解释不爱谈，把爱个疑问同爱解释，破除爱个疑妙，使爱明知有所疑。对于佛法嘛，能够得到彻底的明白。那么那 TV 介绍呢，也就可见其根本是抢主持来用在呀、啊，目的就是抢主持用在听听。啊，其唔系。讲话像主持的是一传班啊，就完全把个条件。但是俺如果唔顺那个机会来抢门啊，有很难的找到机会来抢门。人们其实一个都太广的人，人家都按真吃师傅非常忙碌，某个很时间。人按那个缘故呢，就根本也既然抢主持啊、用在顺那个机会啊，看俺出来抢主持释放，解释俺个疑问。那你还是抢主持贴片微信来啊，因为根本一本来主持某神堂说法的时间啊，九年来的鬼天呢，根本一主持并某神堂说法，某神堂说法，某神托说法的时间。那为了来贴片神托，为了来贴片微信来解释这个疑问，该所有人都说贴微解释，贴片微信来为名啊，来解释那个疑问，是俺不会在意，能够清楚了解。你啊，就是为师兄讲到了，是人有你之门，当为说六祖打工了，是就是六祖了，六祖打不讲吧，也就是讲了，有你之门，学佛嘛，必定要彻底诚心呐。如果对于脱离有你不会了解，那你随时都可以提出来问，即问都是随时可问的、啊、你随时都可以提出来问，不当为什么我认当啊，我会为之你会让你解释，也是我的本分事，我认当做的，所以不是不当认当啊，在我出感应我的本分事，所谓分法是假物，立身为师样，两个本分是爱运动危机，你爱有解释啊，只有你问，你问出来我就不讲问他，所以讲党委解释，也就是答应讲吧，好，你有问啊，我就会解释的。有问法嘛，也得到主持许可才敢问啊，无许可无答应啊，哪敢随便乱问呢？所以经过主持答应讲嘛，该好，你有你就提出来问，问出来我就会答复啊。为公业，下面就是为师兄问脱离了。为公，下文章下多了来，哈哈，而且为出师或者为师兄，总想哈多事，简单的呗。啊，因为其实因为主管嘛，成功了啊，成为为公的相位嘛，为公啊，为公业，为师兄，为公就按你听闻讲，佛上所说。可不是太摩太师种子福，也就你们子。讲佛上啊，也佛上是自六度啦，有师父啊。讲佛上你所说的法嘛，是唔是太摩祖师的种子吗？这个福是就是你们子，可不是是啊，唔是。哎，唔会讲啊，干你怕唔是。可不是是啊，不是佛上你所说的法吧，是不是太摩祖师的种子呢？是呀，是有祖就啊，天天答复讲是没错，我所说的就是太摩祖师的种子，因为我是第五祖的法吧，五祖从四祖的地来的啊，四祖有三祖，三祖有二祖，二祖有初祖啊，一脉相承。
啊，当然还是这个法是探摩祖师的法，爱说的法也不离探摩祖师的宗旨。公曰：弟子闻探摩初发两目的啊，弟问曰：正一生初是土生，不是实在，有何功德？太茫然，实无功德。弟子为他此理，念佛上为上。俺所讲的天门根呢，就是为了呢，太茫就是发两悟的这一段时间。啊，讲俺弟子为咩话？俺谈讲当时梁朝的时间，南北朝梁朝啊。从梁朝跳到啊唐朝，加下武则天的时间啊，各种啊，加下呢各种的时间，完全都武则天数，相差也不过是八个年啊，八个年前，太摩祖师来到中国，多了梁朝、南北朝、南梁啊，加下梁朝的首都啊，就会现在的南京啦、啊。到了梁朝去见梁武帝，其实来到中国，第一就先土梁武帝，所谓是初发梁武帝啊。太摩祖师初初到俺们中国来，最先就告发像个土梁武帝，发是发土的意思，像个土梁武帝。那当时去到梁武帝的时候，才老梁武帝有个问答，梁武帝问法。太摩祖师答法，第一句啊，梁武帝一开嘴就问讲：“正一生初是土生。”第二个“正是”，“正是”啊，就是皇帝做皇帝臣几次给他定一个“爱”啦，啊，皇帝啊就臣正，讲爱就讲正，嘿讲皇呢就臣古，个臣古托寡啊，做皇就古啊，做皇帝就正。因为他对一个对外人讲法，不论对任何人讲法，皇帝成几次讲就成正，用两个字啊。梁武帝就是小人呐、啊，啊，讲爱下一生呐、啊，爱读信佛，见错佛事，突然出家，突神呐、啊，突然出家。在古时，人爱出家吼，爱经过。政治机关准许，这样可以出家修行，黑魔不可以出家。所以以前出家都要经过考试的，考试及格了，这样能够出家，比做官还要难。梁武帝因为佮信佛、学佛，啊，佮也会讲经说法，那佮突千多年出家，有人发心出家，佮都准许佮出家。所以是土生，不是杀宅，是修复啊，不是啊，穷养出家人，不是不是穷苦人啊，杀种种宰犯的穷养出家人啊，有乜嘅功德呢？意思就问讲啊，挨做了很多嘅奉献吧，功德唔得给太子啊，意思就想讲，而强太某子主持啊。用伢个掉了同个量啊是，量量看伢个功德啦，有几多掉几多杀，啊，看有几大个功德。孟子太摩祖师啊，对梁武帝头那当方淋一盆冷水，所以讲太摩人是无功德，太摩祖师讲是太无功德，你安尼做无功德，那来说你们个没办个问题啦。就是你们的啊，太摩祖师做嘛个答复给讲法无功德。下面说明讲，弟子为他此理呀、啊，爱为苗啊，做你的弟子，爱虽然看到你个法，看到太摩祖师答复个法，爱唔了解你个道理，为他，他是同他，为他就唔曾了解，爱对你个道理讲是无功德，原本太摩祖师为。啊，因其讲嘛无功德呢，也该法嘛，爱不了解。念佛上为说，因此爱希望啊，师父啊，你慈悲，为创爱来解释，不爱听。
做嘛个东西，当时啊，太摩祖师为答复杨武帝讲，你莫功德。乃看为师尊满日个法吼，老弟根本与大寨供养祖师有关系。啊，其中当时杨武帝不是实在修安多福，太摩祖师都当头讲法讲话，是无功德。那乃根本与实在供养祖师啊，有唔地有功德么？受骗的，其中一个皇帝修安他个福德。上车都主持都讲就无功德啦，刚来根本一当请你啊主持入住了是一船帆，虽然请了一下出感应啊，乃请少了一船实在的功德。该既然去做安太福都无功德，该乃根本一少多了一时就讲有功德，哪怕穷怕见无功德，该乃根本一所做的是无功德啦，该乃就变成怕做啦。莫猜我准备了很多辛辛苦苦哈，来供养你祖师。如果我做到无功德，你又同我里面分担，所以讲是无功德，那我又何必供养你？你根本你来是怕死的，吃多我又无功德，那我又何必呢？可能就是由其根本你实在供养引起啊。真在供养，大家做个吃饭的时间，其实想到的，想到讲当时太无祖师啊，挖两亩地讲不是实在无功德。刚才根本人按你做讲有功德，所以如此连带上去，佮唔好意思问讲，我自家做唔地有功德么？啊，哪样无地人么？两个是天福的法体，所以就问祖师讲啊，做嘛个东西当时太无祖师为挖几无功德呢？当时太无祖师老两无地个问答的法，我写出无边方啊，有好多句啊。唔会听热门，啊！杨武帝一看到太摩祖师入来，气急就问伊讲啊：“爱是为伊来，讲爱做皇帝伊来啊？错失下贤父神不可神机啊，有何功德？”你啊一开头问个法吼，就可以看出杨武帝啊，这个心啊，望到真理。无一法都在有为思想上转，都是受个有为福德啊。所以讲，爱一定你都认不认？杨武帝建立个太摩祖师个时间呐、啊，大体是在60左右岁个时间啊，时机526年。杨武帝时机562年登位啦，佮登位后个25年。等于向你是五年，杨武帝38岁做皇帝呀、啊，等于啊，干你是五年呐、啊，就是63岁。你做皇帝做了22年呢，那见到太摩祖师了，那22年了，为了弘扬佛法哈，见错佛事，见太丛林错佛事，做了庆功，下金求拜印刷是完全发财，没用印刷，都是要用书写。向人下金，把金书下朝，朝来流通，送本人通。下金啊，也唔知下来几多啊。突然出家，突然回神啊，突神啊，突然出家做神学啊，突然回神，突然出家，像咧初师下金突神咧三千事情哦，其他冇讲，我听做了三千哦，不可神机啦，冇办法好记起来啦，做得多都清多啦，记唔得很多啦。我想想我做了很多事情啊，修了很多福音，不是有功德吗？意思就是说不是有其他的功德，其实问我跟我有什么功德，他们都是大哥说并无功德啊，并无功德。两位小公是无功德，年不能是并无功德啊，在传的流芳啊、并无功德哦，他们都是大不了没功德。其他一个问杨武帝再问个何以无功德呢？怎么个问没功德？你要一盆冷水淋下来啊，如果一天要下跌哦，恐怕是冷天哦，淋起一身都会肿起来，难受了，心肝都凉起来。我辛辛苦苦为佛法做了很多事情，你讲我没功德，怎么个问没功德呢？何以无功德？
他们都是大部分讲，是他年前受过啊，有了自信，一样随行，随有啊，回事。啊，你而且你所做该啊，初次下行菩萨，都是年前受过，世间的福报了，有了福报了，他一辈生前助人享福啊，福报有了，也是属于有了自信了，了就是烦恼。三界中有烦恼有了，你还会有了有烦恼之前，你还没了神奇的法，啊，你还个期间呢，一样随行，像个人样，跟从人行走，人个神行走，人行到那边个样就跟到那边，样模式的，人样是个，你用这个样来比你所求的福，可是人样你看到有实际上模式在。所以说随有啊回事，虽然看到个样子很有模式态，所以乃能有个模糊的。安尼谈到唔多认同清朝嘅人错咯，不以太莫说是安尼答复啊，用户啲人就无法讲，可能也就俾佢点想敌的安尼个意思啊。所以就要进一步再问讲，以何是真功德？佮啲人爱做嘅唔咩功德？只是眼前福报，该按样板让我们珍惜个功德呢？那你再同来说明，样板让我们珍惜个功德啦。他们都是大部分天之妙言，体之空性，以是功德啦，不以是求。今天的智慧，自信本来今天，智慧本来主人啊，你要是去去明妙个，人人本来记住个，天之妙言，体之空性啦，你啊个今天的智慧。啊，整体自性的本体本来是空性的，啊，本来是真空性，就是体性啊，不属那个真如的烦恼啊。本来是天上的真心理性，你莫去求，该当的真实的功德。像两岸的一个功德，一是知他知啦，知上面的两句啦。讲像两岸的天之妙言，体之空性的功德啦，不以事求，唔要随世间发空求。唔系坐那个初师下进土城嘅福定事业方求，哪有将自个自信方求？还是两目的啊，谈到那个法嘛，无嘛个结清楚，无嘛个了解，也无嘛个很接受，所以就转过话题再问讲，以何是圣谛体验你啊？佮他们都是打不开话，就在圣谛体验你中，佮无了解，所以再问讲。马个东西叫做圣谛体验意呢？圣指出世间圣人啦，啊，从阿罗汉乃至佛果，真圣意所有的圣人所证到的真是个地理地啊，圣是个意思，真真实实个真理啦，那就是说明啊，真理是教。那不是体验意，体验意啊，就是指那个是教，指真理自信。该就是体验你，不落体验你，体验你就是学地了，啊，体验你当个真谛了。那该东西当个身体体验你呢？因为基督是在有为思想上打转了，所以他们都说是大不久各言无甚。体是空性，圣贤的名是一不离，如众生将有福，整以痴心之中啊。身盖名堂也按唔上去，啊，各人无是，各是共通共泰的意思啦。整体之心去去共泰，数种方便之中，无一个圣贤的名堂，圣贤的名堂也按不上去，因为佮离名思想、离人缘相、离心缘相，根本就无一个名堂好的。啊咧，两个用不的他都还是了解啦。赶紧讲各人无是。唐公你看某主持你自个是一头主持，你才进度是听一些把主吧，既然是主持你就是圣贤呐，所以啊两户的你讲你不是有像这样子你要带问你去讲对症咋水呢，你讲各言无甚，无甚言你看某主持也某样对啊，那现在你有一个看某主持从来面前对冲来，那你现在对来面前你对来个家长你先骂你，他们就是听我的大部分不是爱不是己哦，反正就对了，爱不是己根本不投机啦，用上他们都会发不投机，这个事呢
本来讲你嘅身就是讲身体体验，已经不陌生和你身体名堂而唔上去，就唔了解。那记住，拿了体会都讲吧。你既然是一套主持，你是圣人啊，你毕竟是圣人，这样可以做一套主持啊。那你既然是一套主持，你讲陌生，陌生你提出来面前你骂人哦，对准咋子？现在骂人对准俺呢？不是，乃不是敌哦，完全走了，攻击不是吧？做么个不是呢？时间超过了。